MCO 的第一天在家，睡醒看见脸黑的老妈，已经3点还不去起刷，面包牛奶加2条黄瓜，难吃难道就不用吃吗？随便吃完做正经事吧，因为手上拿着的是他拿到手机第一天干嘛？千万不要像一个小娃，不能不知风控的伟大，应用照片不管有多大，风控都能轻松的传达，一 scan 搞定很 easy 好吗？就连老妈都已经看傻。拿到手机第二天干嘛？睡醒之后哇塞我老妈，今天我要喝珍珠奶茶，你说什么哇塞能用吗？脑子抽吗？当然能用啊，历史记录全部都恢复， photo video 一样能留住。拿到手机第三天干嘛？ Facebook in 大房间打卡，购物要用淘宝还是哪吒的，无聊也有 TikTok 988，用 AA 社去看海玩沙，要去哪里出门会被罚，我天哪，我要剪头发。哦，没关系，快叫我去吧。拿到手机玩玩就4天，宅在家里傻傻望着天，衣服裤子烫到的起边， Facebook Insta 还有什么好看哦？不要玩哦，有 YouTube Once 的吗？没有广告下载很方便，视频播放一遍又一遍，重点 YouTube 要配 Maggie 面。喂，我的 YouTube 你订阅了吗？拿到手机千万别忘记，王者荣耀刺激很刺激，游戏账号记得这4句，旧手机绑定 Facebook， 新手机登录 Facebook， 对待女子要怜香惜玉，对待敌人要打成狗屁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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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现在只要999 Honor 9S Pro 就跟你走，荣耀 Band 5 爱免费到手，还在考虑要购买与否，听听一下结尾这一首Honor 9X Pro 或者三镜头 18MP 拍你拍很瘦，你的59升降全面屏，以后打 game 眼里只有你，4000大电玩玩玩玩一整天，热的散热玩玩玩玩不会热 Honor 9X Pro 9X Pro Honor 9X Pro 9X Pro 应用照片不管有多大，风控都能，现在只要999 Honor 更逼，现在只要999，脑子抽吗？脑子抽吗？当然能用啊！脑子抽吗？当然能用啊！再来一个。风控呢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你的左手拿着你的旧机，右手拿着你的新机，然后开那个风控 app scan 一下，全部就搞定了。做到有录到吗？这样讲得很好哎，录有录啊。有。要打成狗屁！什么来的？不知道。这 YouTube 现在很多人就跟我讲他download不到，这里我就统一给大家一个 link， 这个 link 就是我成功下载的 link， 大家点击进去就可以download到了。这个 link 点进去了之后呢，你就滑到下面，这边有一个 for non-rooted devices 的按 download， 然后再滑下去，这边有一个 white dot， 点一下，然后按 download， 到了之后再滑下去，这个 micro G 一定要 download 哦，然后点，再按 download。全部都是 download 跟 install 完了之后呢，你就可以 login 你的 Google account， 然后开始看 YouTube 了。好，我的 video 你 like 了跟 share 了没有？